像你平时的懒，这会儿就叫疼了。别站着，下去，下去，抬头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马老师，我要和你单挑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我要和你单挑。单挑？你说你这孩子，你是不是不敢？是，老师不敢。老师是怕伤着你，不用你管。小小年纪口气不小。好，那我先绑着双手。好，来。老师刚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绑着手，怎么能行呢？接下来，我说的每一个字，你都要给我听清楚了，点到为止。你很不错，好，这第一局算我们两个打平了。啊！接下来这第二局，你给我认认真真的听清楚。我打你，你不能还手。站住！跑！站住！站住！跑！站住！跑！折了，胳膊折了，哎呀，啊呀！哎呀，兵不厌诈，哎呀！